大家好，今天来自己鱼塘放几个鱼笼啊。这过两天这我小孩搞摆周岁酒啊，搞那土鲫鱼啊，回家油炸当下酒菜呀、啊，省得去买。多放点饵料，就当喂鱼了。这鱼塘里面除了我们放的鱼苗，还有很多土鲫鱼啊。看看弄到不，弄一点回家，留在里面也没用。我听见鸡在叫。这两天我们这天天下雨，等下估计要下大雨了，乌云密布啊，打雷了。只有七个鱼笼，干家里面还有七个鱼笼，放了一个月了，一直没退水，收不到，不然里面的鱼虾也可以做一碗下酒菜呀、啊。那小鱼笼就放在边边上。看看自己鱼塘里面到底有什么货色。其他的就划船过去，放在这个岸两边了。打雷都放好了，现在回去，明天收一下，马上要狂风暴雨，估计搬运走。